大家好，我是摩克斯。今天我呢是一个最新的手机游戏《召唤以合成》。没错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手机游戏。我们刚刚来看一下，哦，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、非常有趣的手机游戏。好，这边是游戏的主界面哦。首先你可以看一下设定哦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会取名字了。好，所以大家记得改一下名啊。那我是用 Facebook 登录的哦，摩克斯，确定。好，这边可以开你的一个 music， 好，游戏公告这样子。你可以开启什么流畅模式啊？这边随便可以让你自己调。哦，那基本上是不用打勾的啦。那一开始你名称一定要改。那这么它的攻略哦，基本教程就是说哦，进阶教程，常见问题。那一开始可以进行免费转蛋哦。你可以取得相对应的资源。好，这边就有所谓的战队系统。好，所以各位每天上线记得来看一下蛋蛋啊。恭喜您获得了新怪物，继续游戏吧。好，非常有趣。那这边副本进一场。好，那一开始就是主线了哈。从前，好，这边是教程哦。公主在城堡里快乐的生活着。突然有一天，从天而降一个。好，非常有趣的手游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这边让它 loading 一下。我要把公主献给魔王。休想！护卫，快出来！我也叫人。好，这边是前道。你可以尝试一下那玩法。好，非常有趣啊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刚这边就开始第一关了，开始。可以任意拖动交换怪物，当横。好，那这边你就得合成。哦，三连。有没有？任意拖动交换怪物啊！啊，神域三个合成时可以合成一个精英怪，所以是三消。哦，所以这游戏结合转租是吧？结合这种益智类型这样，你就把它拖出去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玩法，这玩法就是我们之前 Pokemon 玩的那个。哦，所以拖出去可以直接召唤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有些玩法很简单，所以才叫召唤与合成。那这样就攻略了。那就继续下一关。所以大家会玩了吗？很有趣的玩法啊。好，所以一针跑。好，啊，有蓝色钟哦。我们就直接套上出去。有没有？好，玩法就这样。哦，小学生都会玩啊。你可以关提示啊。好，一样玩法。那蓝色就可以直接放出去了。那看一下你的波数，看几步要进入战斗。放一只也要消耗一步哦，这个是重点哦。你不要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放哦。反正 Andy 就是说你总共召唤了几只，哦。ending 就是你总共召唤了几只，你总共放出几只出去。哦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
最新最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手游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您就可以继续破了哦。那这样就整关攻略了，你可以获得宝蛋。OK， 那你就会主战队了。哦，非常有趣啊！喜欢这一篇话，请帮我一个喜欢，也可以点我米的。那我们今天这集的造型合成最新手机游戏就玩到这边了，拜拜。